是红军跟我们警备狼发笑了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啊，有付钱走左边，没付钱直走就好了。哦，这里照相很漂亮哈，来，进去看。这个20秒，老酒这种东西的产生，因为我们这边没有芝麻，所以没有麻油。如果说在秋冬的时候是渔获最多的地方，但是马祖福州这边有个问题在，东北季风很强，那怎么办？你不能喝高粱啊，那就喝点老酒。